请问你刚刚那一招是什么？随便发明的，这随便发明的，这个跟你学的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哎，我直接说，你不要打我哈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他像不像电影里的杀手、坏人？有没有人说你很像黑社会的？那每个人都讲，他是其实我是好人的，其实哦，你是黑社会里的好人。对对，差不多。喂，哎呀，他喂，你哪里学来的？喂，哇，看综艺节目看多了，好。你来台湾多久了？已经七八年了。七八年了，你的中文是在日本就学了，还是来这边？没有，没有来台湾学，也是念语言学校吗？没有，之前是台湾体育学，台湾体育学院，就是台中的，台中的体育学，那在那边训练，然后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。对，所以你没有念任何的语言学院，就是跟台湾人每天交流就会聊。没错，中文讲得非常好。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武术界的王子自我介绍，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大谷竹水。大家叫我孟董。孟董，我是身高176，体重68公斤。我是中州州的宫崎县来的。然后宫崎县，对，宫崎县不是宫崎骏哦。哦，宫崎骏，不是宫崎骏哦。宫崎县，宫崎县，他不是多多罗。对，宫崎县，对对。然后其实我看起来有点凶，但是我还蛮会温柔的。还蛮温柔的。然后我会保护女生。会保护女生。来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他的卡片。哇，卡本，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各位，对于我们日本来的武术界的王子，我们女生的第一印象如何？请选择。可以了啊，谢谢，还可以的。请告诉我为什么灭灯呢？佩琴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帅，但是你知道我怕被家暴。你看他已经说了对女生，对啊，我很温柔哎，你刚才很凶你，有吗？我很温柔哎，不会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这换一个说法啊，换一个，我很温柔好吗？我会保护你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长得太有个性了，然后重点是我不喜欢他背上的那个刺青，快改啊！你说，我可以改，我可以改，好吗？等一下，刺青怎么改啊？可以可以。刚刚你在画面里有看到，有啊有啊有。我们现在了解一下，你背后那个刺青是刺什么？其实长得有一点像狐狸，有一点像狐狸龙。然后自己搞不清楚是什么，有没有意义？没有，其实这是我的之前养的 husky， 对，然后对我很喜欢狗狗，很喜欢动物。然后我不在台湾的时候，它就走了，对，对对对 ，OK OK。所以你为了纪念它，结果我因为这个东西，因为是自己的狗狗嘛，所以我自己画，结果画的又不像狐狸，对，没错，又不像龙，又不像狗，又不像狗。其实他刚刚说有刺青，你说可以弄掉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你真的愿意弄掉吗？不会，怎么办？切！你开玩笑你？可以弄掉，可是我不会，怎么样？不聊嘛你。Megumi 日本朋友对不对？对。好 ，Megumi 的中文讲的厉不厉害？比他不好。比他不好。比他不好，那没关系，你先讲完中文，再用日文来。我也是日本人，但是那个年纪差很多，因为我的舅舅，差不多一样。你的舅舅跟他差不多，舅舅的年纪跟你差不多。就这么的，我舅舅对兄弟都是我。我舅舅，我舅舅，我舅舅都。嘿，老舅舅。
你是武术界的 number one 哎。对，不要我讲什么你就比什么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灭灯的，灭灯的，比比。我看他有一种爸爸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我觉得他看起来还算年轻的样子啊，就有一种慈父的感觉。粗户是什么东西？粗户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个很 nice 的爸爸。哦 good。哦，欧多桑，欧多桑，哎，是一个很好的欧多桑，他觉得你很像一个很棒的欧多桑。为什么大蓝调？对呀、啊，他是找男朋友，不找欧多桑。你问的我都傻了，我。哎，浅浅，我觉得他留胡子很帅，很适合他。他为什么暗掉？可是我不太喜欢留胡子的男生。你到底怎样嘛？你一直说你很温柔，对，你一直不温柔哎，对对，怎么搞的？你很奇怪。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奇怪哎，你也奇怪。你要让大家看到你温柔嘛，好，对不对？亮灯的，为什么亮灯？现在要说你的好话。好好好，来吧。真的很好笑，太有喜感了。可以拿我去上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小爱，小爱。其实我知道，就是自己是那种，比如说跆拳道还是武术教练啊，他虽然会让大家会觉得他好像会随时打你，可是这样子的教练反而他们是不会随便动手的。看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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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吧。真的练过武术的人就知道，武术是不能乱用的。对对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控制。比如说我遇到坏人，比如说如果保护人家，我会去打，但是就是我被打，我不会，我只会说对不起，那我走。真的有问题啊，我不跟人家动手。对，这个是专业的。哎，这个我自己想了解，你练武术从日本对开始几岁？15岁。所以练了多久就开始比赛了？我就一年。一年就我学得很快，然后第一年就当日本的第一名。对，哇！来，还有谁要夸奖他的？杏仁。我觉得他表现得很自然，就是很做自己，然后又蛮幽默的。对啊，然后而且因为巨蟹座，就我有认识，好像就是都蛮顾家，然后可能就是会比较温柔。OK。对，然后我又想要学自由拳击。好。他在这个武术这个部分呢、啊，其实有一些表演，对不对？除了真正的搏击，其实你有一些表演性的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好像要从现场选一个人来当你的示范，好，对不对？要选亮灯的还是灭灯的？当然暗掉的。口气温柔一点。当然暗掉。当然是暗掉的。为什么要选暗掉的呢？爽啊！温柔一点，因为我不爽。佩琴、比比、恩提、品尼、浅浅、赵妞、玫瑰、蜜雪。哎，我刚刚听到什么？哎，浅浅啊！你要讲清楚，要不然他会逃掉。不是浅浅，是浅浅，浅浅。欢迎浅浅。高跟鞋这么高，他还这么可爱。好，我们要浅浅做什么？浅浅，椅子上坐。坐在椅子上。对。然后呢？你这样就好嘛。那坐嘛。坐。然后呢？苹果放在桌上。苹果放在桌上。不是用弓箭。没有用踢。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哇！浅浅不能动啊！你们不能动啊！等一下哈，先不要动。你们要相信我的苹果。惊险瞬间，火爆！